颁发的奖是风尚突破艺人，请看待屏幕。2006风尚突破艺人。陈坤，今天很高兴能够专程从广州的拍摄现场来到上海领这个奖。那作为突破风尚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，因为每年都有那么多戏要拍，有那么多唱片要出。那感谢主办方给我这么大的鼓励，也谢谢所有支持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再次感谢你们，我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。Peter， 你怎么看女人呢？怎么看女人呢？对。我觉得一个女人可以吸引到我的目光呢，就是她要sexy， 要性感，但是呢是从内心发出来，就是你看到呢会眼睛一亮，然后接下来心一亮，然后心就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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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。你说的是内心的性感啊？对对，所以为什么现在我讲话很奇怪，因为我的心率已经很乱了，站在你旁边啊。谢谢，马上我们颁发这个奖好吧？好，那风尚女歌手香港，请看待屏幕。2006风尚女歌手香港。莫文蔚，谢谢。其实我现在我的心也在啵啵啵啵跳，因为我的衣服太紧，我没办法呼吸了。很高兴今天可以再次来到这个 China Fashion Award， 也不是第一次来，可是每次来都特别的开心，因为我觉得今天晚上肯定就是整个华人地区最漂亮、最风尚的人都来了。那包括现在收看在电视机收看这个节目的朋友，我相信你们也是最风尚的，谢谢。恭喜莫文蔚啊！恭喜。好，那刚才呢，大家都了解会让我心啵啵啵啵啵跳的女孩子是怎么样？那该我们大家了解，什么男孩子会让你心啵啵啵啵跳的？当然又有男人味啊！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个男生，就是从眼角里散发那种不羁那种感觉。那还有谁呢？除了我？就是不经意这样子。还有我觉得最重要，男人要有责任心。嗯，对。喜欢小朋友。啊，又符合了。懂得打扫。打扫啊，打扫。对。好，会学习，好。那我相信接下来这位得奖嘉宾，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。对，他完全符合你刚才说的所有条件，虽然我输得很甘心。2006风尚男歌手，香港。陈奕迅，恭喜陈奕迅，他太忙了，所以今天没有出席。我在想，可能他女儿又在那种的发脾气，好男人不能走吧？对啊，好男人嘛，对，要养家。Okay， 恭喜陈奕迅，恭喜陈奕迅。自问，没有什么潮流的主角，只是非常向往自己喜欢做的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也非常谢谢 SMG， 谢谢Channel Young，
给予我这个荣誉，谢谢。